这个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个喷上来，喷上来，我们就把那个调这个刮刀的压力，把刮刀放下来，刮刀放下来。这压力呢，首先我们刚开始调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绷紧就可以了，就是，对。有点往下压的感觉。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参数，对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往下调一点点，把这个可以调一点点，往上这个往上松，它就刀就下去了。主要是这个啊，这个它下到那里就停了。如果这个螺丝向上一点点，它就下去一点点。它是依靠这个螺丝的控制那个高低，对，形成左边也是一样，左边这个回磨刀也是一样。